哇，今天吃火锅啊！严秘书，不愧是你，知道我喜欢吃啥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情侣店内亲吻即可免单，这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哎，这么好的一个免单机会你都不争取啊？你是真不给我申请？你，哎，行了。谁让你现在亲我了呀？你得让店员看着呀。你让他们调监控不行？不行不行，一定得让店员看着。嘿。这种行了，恭喜二位获得免单资格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今天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不是我请的你吗？还你请客？哎，算，吃饭。Later。吃饱了吗？还挺好吃的，就是对我而言有点辣。辣？有我辣吗？哎呦，得了，走吧。哎，严小姐，这个同学我们可以碰了吗？啊？啊？